后，中山侯夫人家设宴，邀请京师中各家女眷去她家赴宴。到时候呢，十一娘，你和我一同去，也好向其他各府正式介绍你。是。杜妈妈，哎，这是那日参加宴会的女眷们的名册，拿去备熟了它。是，母亲。你是第一次以徐家主母的身份参加这样的场合，切记不要失礼。那些夫人们的眼睛最是毒辣。是，母亲，回去我一定好好准备。那就回去准备准备吧，都回吧。是。杜妈妈，这十一娘还算沉稳，没有得意也没有惊慌，倒是连房今日让我有些失望了。太夫人，您先别急着下结论，咱们呀再观察观察。太夫人来了，请。徐太夫人，徐太夫人来了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唐夫人，之前你见过的，这是我家四儿媳。十一娘见过唐夫人。四夫人好，赶紧进屋吧，都是些相熟的老姐妹，走。哎呦，是徐太夫人来了。太君，各位夫人好，我给大家引荐一下，这是我家四儿媳。哎呦，许久未见，这儿媳妇是越发的明艳动人了。看来还是你们徐家养人呢。都是母亲心疼我，事事躬身力行，帮我排忧解难，我才得以如此自意。郑太君依旧如此风采不减，我看还是国公府更养人才是。没错，我说呢，这我家老太太呀是一天比一天俊俏，原来如此啊。哎呦，你们是在打趣我老太太是吧？啊，行了行了，进屋坐吧，来，走走走，请请。